你好，我是犀牛。今天我带你来看一下位于密西沙加的楼花 Edge Tower 的外观。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一期和二期的模型。一期是三十五层，二期是四十层。咱们现在转到了 h u r n t e r r a Street 这个方向。咱们看到这个绿色的呢？ 就是以后三期的所在。好，咱们现在转到了南侧，咱们再从南向北看，在一期的西侧有一个公园儿。这个公园儿呢，就是专门给以后整个小区的人准备的。好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呢，请给我点赞并转发给需要它的朋友。以后我会给大家介绍更多有用的房地产资讯。